兄弟们，我想选庄周，如果开的话，我是没有完成这个辅助的任务啊，兄弟们。一箭双雕，你学会了吗？速度把几个英雄给禁了，我们选个英雄。召唤师技能边境突围，我推荐了狂暴，兄弟们。李元芳进了，阿克也被进了，我下了。来到王者荣耀，我们要在哪里发育？我们觉得可以去一个北王城那边发育吧。感觉没有人和我们抢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。糟了呀，感觉有几个人在和我们抢。我们感觉可以往北上吧。一定要把站位给调整好。
在人间梦里打来打去，有意思。最少要一次要打两只野怪吧，我觉得，要不然的话，真的好像很亏。吸血书有了，我们的续航能力就有所提升了。有了帽子伤害也是已经到另外一个档次了。只是我们这把离安全区有点远。这种有三个野怪的我们肯定是要的。其实我们这把有点失误了，野怪多的地方我们没有拿到。Thank you.
我都没血了，这直接被追着砍，差一点就凉了。可以了，本宝宝好害怕，还好是拿鱼，我们那个铁控加免伤帮救了我们一马。要不然我们就要凉了，这把极限逃生。那狂铁要不是我们没血，他早就没了。我们攻击有适应装备防御，全装了。我们那有多少冷却啊？我们冷却30%，其实不算太高。我们再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经济买一点比较好的装备。有个人，我们直接去打架吧，反正我们又不怕。晕到了。我笑了，差点打输了呀！这有吃我们食人鱼的风范呢，我笑了。不是，怎么换呢、啊？我们这个魔女就很关键。哎呦兄弟，不能让我好好买装备吗？非要打我们一套。他还要走到我们脸上来送人头，我都被他搞懵了都。我们可是有吸血的呀。你非要来送我们也没办法。被我们这食人鱼追着砍，这吕布也太可怜了吧！买点状态，这食人鱼可不是在开玩笑嘞。不过我们需要向安全区进发，因为我们没有位移，兄弟们。我们的移速其实说句实话有点慢。
怎么这边这么多装备啊？我们两下被动就把所有野怪给收了。感觉有必要的话，可以再买多一件肉装。哎，我不是开大了吗？怎么还被晕？哇，这打底状态也太高了吧！我被他给跑了，不笑了。哎，我们的霸者重装跑去哪里了呀？我被妲己跑了，太亏了。我兄弟，我先走一步，你最好是追得到我。哎呦，那把太亏了吧，他直接闪现了都。哎呦，我笑了，感觉还得买点肉装啊。捡了个人头。我们现在急需视野啊，感觉。这妲己太嚣张了，我竟然没把他给秒掉。妲己又秒了一个，差不多要决胜负了，兄弟。哦，我们法术防御是满级的，所以他打我们不是很痛。出现了隐秘之眼。我不是把他控住了吗？怎么又第二啊，兄弟？我笑了，又是第二名。我不是把他控住了吗？怎么他还是比我高伤害一点？